Good morn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lcome back to school. It is Wednesday morning, November 22nd, and what a beautiful autumn morning we have. 校长、各位主任、老师、教官、同学，大家早。Today is November 22nd. 今天11月22号 ，It's a Wednesday， 礼拜三。So how are you today? And it's a really very nice fall season. 非常不错的、秋天啊 ，and it really like the fall now. 现在看起来比较像秋天，不像 summer。Okay, so the weather report says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day today. Not going to rain so much. However, tomorrow it's going to rain a lot again. So we have the song Jingle Bell because the Christmas time almost here. 因为圣诞节就快到了，通常 tomorrow is the Thanksgiving Day， 明天就是所谓的感恩节，从感恩节一直到 Christmas 都是属于西方在庆祝圣诞节。But Helen, what do you usually do during the Christmas when you were a child? For me, Christmas probably was not so typical, only because I lived on a farm. And on the farm, we had horses and cows and a lot of space. We would often have campfires, horseback riding, and of course, a lot of hot chocolate. And sometimes it would even snow, so we would have snowball fights and make snowmen. And then we would have a family dinner and everyone would get a present. OK, 刚问海伦啦，在他们的小时候，圣诞节是怎么过？因为海伦住在乡下，所以通常是骑马啦，或是打雪球仗，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当然是吃晚餐喽。通常是类似我们的除夕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会有礼物啊。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s Mail the Santa。然后小朋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说，写信啊给圣诞老公公，希望呢，今天晚上的礼物呢会好一点啊，在感恩圣诞节的时候啊，礼物会不错啊。当然现在长大了，大概圣诞老公公也破灭了。Do you still believe there is a Santa Claus, Helen? I want to believe. You want to believe? Okay, good. All right. 所以我问海伦相信有圣诞老公公吗？她说她想要相信有这个圣诞老公公这件事情。Okay, maybe. All right. That's Mail the Santa 2017 2017年 Christmas Santa Claus Village。圣诞老公公的村落 in Finland， 芬兰呢，这个就是看起来的样子啊。So， 我们要如何写信给圣诞老公公呢 ？Write your envelope。首先呢，先要写你的信封 ，correctly 正确的写出啊。所以借由这个方面呢，我们顺便学习如何书写正确的信封。第一个呢，寄件人。首先呢是你的名字，那第一个是你的姓，然后再名。那你也可以颠倒，先写你的名，再写你的姓啊。文婷琛这个字啊，你有看到你的讲义吗 ？OK， 然后地址呢由小写到大。假如你不知道你的地址英文怎么写呢，现在蛮方便的。就要到中华邮政呢，上面一个网站专门是在翻译啊你家的地址啊，从中文翻成英文，然后它就会你只要填写中文进去呢，它会整个帮你翻译好，你就只要把它复制啊贴在你的信封上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抄写下去。所以由小写到大，所以就是等于数。住在几号几号呢？先写 number 72， 这是你家的门牌号码。然后 lane 3， 三巷 ，lane 呢是巷弄的意思。然后嘞，再来啊 ，Lucent Street 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啊、，ST 的话呢是街的、啊、缩写 Street。Street， 然后我们再往下喽。这由小至大，再来呢，光纤 District， 所以比如说这个区块是中正 District 或者中山 District。哦，原来我前镇，这是前镇啊，前镇区啊 ，District 区块。所以啊，高雄的前镇区 District。然后再往下喽，高雄 City， 然后在你的邮政区号，邮政区号80641，一般呢在美国的话是5个号码，5个邮政区号，所以我们台湾是3位数，比如说中正区是100，那你可能还在去查一下你后面2位啊，台湾 ROC， 一定要写台湾哦。你讲 ROC 的时候可能会到对岸去啊，中国去了，所以要小心一点。第一个，先写你的寄件人的名字，再来呢，不知道英文怎么写，到中华邮政的那个网站去，把自己的家里中文填写一下，就会出现这个。然后顺便查一下你的邮政区号，它会告诉你啊，什么区的后2码，前面3码大概都知道，后2码，然后再是台湾 ROC。这个在考试哦，曾经出过这样的题目啊，所以寄件人，再就是啊地址，所以整个翻译呢，中文翻译是高雄前镇区，怎么接，然后呢第三项门牌号码72号，中文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要写给谁呢 ？Santa Claus， 地址呢？是、North Pole Hole 这个地方啊，当然有没有这个地方我就不知道。你写去可能他会收到。然后国家呢是加拿大。吼吼吼不就是圣诞老公公的吼吼吼吼吼 ？OK。这听起来也许蛮好笑的，不过很多人真的会写哦，因为他们仍然相信有圣诞老公公啊 ，Santa Claus， 圣诞老人。North Pole 北极，也许啊，你可以试试看、啊、写给圣诞老公公，说不定他会回你啊。OK， Canada 加拿大 ，Canada， OK， 叫吼吼吼是圣诞老人的招牌，吼吼吼，所以。To 收件人，所以收件人一般而言呢，都写在正中央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信封是怎么样情况。整个信封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一般而言，你呢在左上角，你自己的、啊、在左上角，要寄给别人呢，在正中央的、啊、右下角，正中央哦，要从中央啊2/3的地方写。当然，现在有所谓的通讯软体啦、电子邮件啦，很少在用这个。不过未来可能比较正式的、需要书面上的，还是要可能会用到，所以还是学习一下。像以前是必须要写啊，现在科技的发达，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好，不不过正式的文件、正式的公文，可能还是需要书写啊。所以寄件人、地址、国家一样，收件人、地址，这地址倒是蛮好写的，北极的吼吼吼，然后 Canada，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这个东西了。可是真的每一年呢，加拿大跟美国啊，都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信要寄给啊。 圣诞老人，那因为他们都相信，从小就相信有圣诞老人这个人物啊。Santa's address， 圣诞老公公的地址，我们看一下喽。Germany， 在呢德国的话呢。 它是啊，这个字我完全不会念，这是德文。你要寄到德国去，你要写这个地址。好，这个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不会。我的有点跑掉了，所以看不到。那圣诞老公公啊，那在是要看你的了。加拿大呢，刚才讲的就是 Santa Claus North Pole， 吼吼吼吼。将要寄到加拿大去的话呢，再来是美国。 美国呢，你也可以寄啊。假如说你要寄到美国的话呢，是 Santa Claus 123 Main Street 123啦，主街叫 Main Street North Pole NY NY 是纽约的意思啊。这真的很多人会寄去啊。所以你想寄哪一国呢？还是你觉得老师在开玩笑？ 主街啊，美国有很多啊，主要街啊，主街呢通常在啊市中心啊。那 NY 的话是 New York 的缩写、啊，纽约市啊 ，New York。New York， 纽约，往下看喽。所以你想寄到哪里呢？再来呢，就是啊，芬兰这个国家，所谓的芬兰的圣诞老公公的 Santa Claus Village， 它的邮政区号呢是 FIN，FIN 是、啊、芬兰的缩写 FIN 96930，邮地区号啊 Arctic 北极。 就是 North Pole 的意思啊，叫 Arctic。好好 ，Arctic。就是北极啊 ，Arctic。So Helen, have you ever written the letter to Santa Claus?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we did. You did? Did you mail it? Our teacher mailed it. Did you get a feedback? The letter returned? Sometimes the letter would be printed in the newspaper. Oh, in the newspaper. 他直接把你寄给圣诞老人的东西啊，在新闻报纸啊把它 print。美国的报纸跟台湾的报纸有点不一样，通常比较重视的是地方的新闻啊，比如说某某人怎么样，某某人干嘛啦，某某人最近又干嘛了这个新闻啊。All right， 还有一点时间。